你有跟唐禹哲交往过吗？没有。这是完全错，对不对？搞错人了，完全错吗？应该是大家误解或者是传言。这个传言一点都没有过吗？还是有传过？有传过，可是就笑笑就。可是我跟你讲，不是一定是要真正认真的交往才算在一起哦，可能一起去唱个歌、暧昧什么都可以算是。有唱过歌，可是好久了。手机里有没有他的电话？有他的电话。我们会传简讯吗？以前会，现在不会了。所以就是交往过啊。对啊，那不算交往，就是认识。那是暧昧过吧？那你有跟周润发传简讯吗？哦，那我还没有机会认识到。好了，我懂。那我对暧昧暧昧了，然后就无疾而终了，对不对？然后你又怕你现在讲，别人会觉得你好像要靠他炒知名度，是不是这个意思？好，谢谢你。叶云松，这样女生是不是算很谨守本分？就她都不愿意用绯闻来，这个哈值得肯定啊，算是守妇道的。比起那些不守妇道的，从你口中说是守妇道，真的是太纳闷了。好，下一位男，下一位那个要准备。下一位我们看四号，第四号女生，请问你最有自信展示的是腰部啊？小恶魔，麻烦你。好，腰部，腰部，腰啊。有怎么样吗？我们看到是稍微偏下面，所以你要再蹲低一点，这样腰的曲线。腰是蛮厉害的啊，可是已经出场这几位也都有腰吧？没有，还是你知道展露你们身上那个点点的布料？点点。好，我们欢迎这位女生出场，欢迎谢欧。我以前没有注意过你的腰，哎，你干嘛提腰啊？就因为，对啊，腿他们是比较漂亮。不过本人看腰真的很细耶，很厉害啊。所以为了维持这个腰，有很辛苦吗？对，不太能吃东西。OK。所以大家都一直在说你是团体里面最漂亮的，有没有感觉很嚣张？没有哎，其实我们三个各有特色。有吗？那他的特色是什么？他就比较个性古灵精怪那种。你有料到他出场的时候我们会问他绯闻的事吗？有。你有料到啊？所以你知道他跟唐禹哲在一起过？没有没有，因为可能之前他的有一些新闻，所以我们也会看到的。总会这样子。实际上呢？实际上没有啊。真的看着小 S 的眼睛。他有没有跟唐禹哲在一起过？很热哦，很热哦，哈，很热。看着蔡康永的眼睛，然后吻他。你好。看着我的眼睛，我也是要问你，你有没有跟罗志祥在一起过？没有。哇，好热哦，一点暧昧都没有吗？没有。你手机里面有他的电话吗？有。有传简讯吧？那很少。都是什么内容呢？忘记了。有没有曾经说最后一句话是说 I miss you？ 没有。好，你现在看着那个鸟的眼睛。反正你每次来康熙都会被我们问这件事，你应该习惯了吧？嗯，班杰麻烦你带那个卡过来好不好？哇！哇！他不知道我有收集他的卡，所以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私底下也是有认识的。李玉芬不好意思，因为你今天很大方。我们上次有答应班杰说希望让他在节目里见到你，结果你就来了。可是认识哎。那你知道他收你的卡的事吗？我知道。你知道他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吗？不太清楚。所以每个部位是有不同的价格，对不对？就每个卡一包有，就是随机的，可能一包里面有七张，那不一样。可能你会还有 DNA 卡 ，DNA 就是有头发的那个我没有收集到，那个很贵。真的，里面有他的 DNA 在。他穿过的衣服，还有比基尼的那些，他会剪布料，对布料卡，也很贵，我没有收集到。那个大卡，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大概多贵？几万块都有。真的假的？李玉芬的衣服剪碎了一片，可以卖几万块？因为比如说 DNA 卡，它就有一张，只有一张，就是所有卡里面。你现在拔一根头发就可以卖80张啊！可是你怎么知道那头发是不是真的是李玉芬的？他们说是真的，我们就相信了。对，所以你到底是爱李玉芬，还是你爱收集卡片啊？哎，没有脸呢！哎呦，缺一这个，这个我缺了，我这个我还要拍，给他分。
衣服一样吗？结果很努力在找，还没有找到。所以李玉芬，你会有那张卡吗？我好像有哎。真的？那你愿意割爱给他吗？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吗？都拆一张了。影印，影印给他就好了。所以你看着这卡的时候，你快乐吗？完整的那一刻，超级快乐。所以是玩，是玩拼图的感觉。对对，有一点拼图的感觉。所以并不是只有色欲在里面，是不是？对，可以这么说。可是有色欲吗？那就是欣赏美女的那个美感。所以如果陈汉典要出卡的话，你会收集吗？应该不会收集。好险你不收集，要不然我也觉得怪怪的。小 S 跟我会收哦，真的。然后就，尤其是 DNA 卡，拿去做法，把你做掉。那你今天有希望我们为你达成什么你跟李玉芬的事情吗？哇，许愿。你要干嘛？你要拥抱吗？还是握手就好了？其实还是要他电话号码啊？可是你们私下不是认识吗？其实我会希望我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以送他一次漂浮。他可以来我的家，然后给体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不好意思，就是班杰家里呢有一个那个水的重力状态是模仿死海的重力状态，所以人泡在那个缸里头是会飘在水面上，是用来给他在做心灵修炼的时候感觉到宇宙中间的那个力量跟纯粹的。你要吗？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去过一次，你去过他家？去店里，他是店一间店，曾经漂浮过。你们两个到底多熟啊？店里，我觉得他家就小，之前有要拍戏，对，然后后来我接了另外一部，所以就没有跟他一起。可是他约你出去玩，你是会去的那种程度吗？其实我是跟他朋友比较熟。谁？跟他也是管理那间店的。好，所以他邀你去漂浮一次，这个我们没有意见嘛，因为。那个漂浮的事情是另外一个空间的事情，所以你自己决定就好。好，班杰请坐，欢迎你来。谢谢。李玉芬欢迎你，请坐。好，所以如果是三人女子团体的话，已经出来两位了，那下一位应该也是其中一位团员啊。第五位女生，请问你最有信心展示的部位是哪里啊？腿。腿啊 ，OK， 小恶魔麻烦你了。好。不是魔术啊。也是白嫩的，白哦，还蛮好看的啊，而且展示腿的时候那个姿势不错。好，我们欢迎第五位女生，请出来。好，师姐好，嗨，吴哥好，好，来这边请。你是韩国人？对，我是韩国人。你来台湾多久了？大概3年多了。这3年在做什么？做工作啊。模特，对对对，所以你是完全是韩国人吗？还是一半是台湾？完全是韩国人，所以你中文是这3年学的吗？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国中的时候住过天津，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学过。你在这个团里面是唱歌唱的最好的，算是主唱，所以他主唱，然后你们俩在干嘛？就唱一些比较不重要的，没有啦。所以李玉芬是舞跳的最好的吗？那雪芙在干嘛？我都一半一半。所以中文的女歌手，你最喜欢谁的歌？我还蛮喜欢阿玲的歌，还有那个蔡依林。你出过哎？有。小意思吗？小意思，我很喜欢。你不知道她出过专辑对不对？哦，这看过。很久以前的事，不能怪。看过什么？看过一些影片。影片，你说纪念你，之前的 MV。所以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唱一段的话，会吓到我们吗？很好听。你摆脱他们两个，你可以好好唱你想唱的歌。加油，英文歌吗？可以啊，可以，只要让我们吓到就可以。很有压力。一定要有压力，他们俩已经被压完。Every day is so wonderful, then suddenly, and I can breathe.